其实我很在意别人喜欢我与否啊什么，的。但这个当你你知道吗？一个事情的因果关系就是，当你一旦开始接受有人喜欢你的时候，你就堕入了喜欢和不喜欢的圈套里面。嗯，我就一直慢慢的在这个里面过的过程，但是这个东西帮助我一直在成长。完了，有个有些阶段性的外部的影响呢，对我的情绪浮动特别的大。完了之后，但是我不是一个喜欢被别人牵走的人，就是我骨性里面有点硬的缘故，是在于我认为。 内心跟外面的环境二元对立关系是一个拔河关系，如果外面的力量很大，很容易把我被带走，嗯，是吧？因为我的我的我自己对名誉的贪婪在于敏感度，就起落我就特别在意。那个时候我那时候特别二了，在、嗯、家里全看的那些书全都是那种关于佛教类的书籍，对，所以他对于很多东西的事情的因果关系呢，他都是提前像一个大道理一样放在那里，而我呢又是。 喜欢这个东西的天性，就我觉得我说嗯，如果是在我现在很红火的时候就把它牵引走，我就会有一天堕入不火的时候的痛苦。嗯，我想找到一个心理的力量，内在对外面的拔河，二元对立关系，我只要保持平衡。这个是几乎是我一辈子唯一做的一件事情。到现在呢，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松弛和感。以前我都是二元对立关系顶得特别死的，而现在我就有一些反应会慢一点。 呃，再琢磨一下，就是钝了一点嘛。吗？我有一段时间，我在修行一个字叫笨，因为我有些时候反应特别快，就是你行动之前我已经开始反应了。但慢慢的，因为我的反应快，我变成了我不喜欢的那类人，就是先说而不做，后面做的或者是没有那么赶趟所以你是觉得情绪都是不好的是吗？就是不要跟随他，不不,不,不不，他自己会，对，你只是觉察，<对>觉察就是保持说他没有对和错。 你只是观察到它，这是我现在修行的，但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，我不知道啊。也许到最后是觉得所有的情绪本身升起、生灭都本身它有它的存在的意义。对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就是我最近看一个科学家写的东西，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人类已经可以造出比最高明的象棋高手就是更高明的这个电脑，对吧？但是我们造不出一个像普通猫狗一样可以在房间里自由行动、碰不到任何东西的动物的机器人。” 还造不出来。他说：“这说明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说明我们的理，我们的这个理性和理智进化的时间其实才几万年，但是我们的动物本能对任何事物的本能反应，这个反射它的进化有几十亿年。”嗯，他说：“所以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只依靠我们的理智、智力去解决问题，就是我们来自于我们这个 guts，就是我们讲这个胃里面这种动物的本能反应，包括情绪，可能它会引导我们去一个什么地方。” 你比如说嫉妒，它就是进化了，我估计得有几几几几亿年的一种很很深刻的一种动物性的东西哈、啊。消除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怎么跟它相处呢？你们有经验吗？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局限嘛，要承认这个。就像您刚才说，电脑现在不是可以作曲吗？因为它的学习能力强到你输入什么音乐，它可以很快分析。 你只要需要写时候，说我需要一个贝多芬那样的作品，他马上给你出一个，是完美到就如同下象棋。事实上，你认为没有感情，它是有感情嘛？其实，那如果未来我要和机器比的话，可能我唯一的优势就我可以犯错，啊，我可以写的不太好。你要跟他比好，<laughs> 就是不可能。 那我觉得，其实人人都是。对我来说，我是有缺陷的，我我有我的局限。那可能就这个部分是，刚好我觉得是是我最完美的。对对对对，不然的话，比如说嫉妒，像你刚才，我当然理解你了。你怎么可以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你呢？对，没有人会这样吗？就是，但是确实是你只能，因为我我跟他不一样啊，因为他们。 作为明星来说，他承承担承受这种东西，我觉得有更加多，确实非常不容易。我我能理解，但是尽管这样，我也不愿让别人说自己，就是，其实就是不要理我，不要理我。就我特别爱旅行的原因，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是谁，你就是过客一样，蛮好。不然就会有人会看你什么的。 就会很累，对,就,对就是生活在一个周围人对你的这个评价当中。是，我觉得做明星这简直就是宿命啊！我觉得挺好的。哎，好在哪儿？给我们讲讲。我小时候挺反感的，嗯，我还真的在家里砸东西呢。到最后，就事情两面性嘛，你得到这个，本来就带了这个，那所以就很正常。看那个嫉妒也是，我小时候就就就特别，我小时候有很多戒律，我我有一段时间是受很多戒。 我看到什么贪嗔痴慢疑里面我的自私，我在刚开始都不愿意接受。我说啊，我我怎么会自私？我还跟自己对话呢。我说我根本不自私，我怎么到最后，比如说嫉妒、贪婪、自卑、不自信、傲慢，所有的东西我都觉得我没有的。我真正跟他们在一起，并且我认为这是我很大的宝藏，作为人本身存在的，一种能力，是在于我完全接受他们。就我真的毫不避讳跟别人讲，我说我。 我挺自私的，我先声明啊，对不起，我接下来谈这个事儿，我说可能来自于我的自私而创造的。我说，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去谈这个话题，我们就谈啊。如果是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谈一些更形而上的追求，但是我说我我无法避免掉，我是如此的庸俗。可、嗯、我也并不觉得庸俗是不好的。你说咱们都是治自己治疗自己哈，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这就更证明它是个情绪，它没有本质的这个真实性。 为什么？比如说，好、啊，你有个主持人，你主持的比我好，我感到很嫉妒，对吧？很嫉妒。后来我发现呢，怎么就解脱了呢？就是有一天的就过去，哎，我太嫉妒你了，你怎么做的那么好？我发现，就是当你表达的同时啊，这个事儿就真的就不算个事儿，好奇怪。对，就是你表达出来了，你你你你你坦白了。 他就不折磨你了，那就说明他其实还是对你不构成威胁，比如你俩风格不一样，<laughs> 你懂吗？哦、比如我要听到一首歌，这个歌好听到，我觉得，我就是觉得我就是太嫉妒了，嫉妒到不行。说明那个做，我不想让别人听到这个歌。哦，对，蔡队说的是,、就是，就是很，就是他要做的事情，就是你要想做的事情，因为比如说你很好，他很好。 大家都可以好，但是我们可能是不同面向的。你在这个方面比较好，我在这个方面比较好，当然可以嘛。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人的好，刚好就是你特别想成为的那种。但有吗？真的有完全跟你一样的、啊、气死啊！气、就、死、是、啊，真的有。不是有完全跟我一样，<laughs> 啊、是完全是我想成为的那样的。那你就是会觉得哇，真的是嫉妒。而且有一些东西也是怎么说天分吧，比如说。 呃，做艺术、做演员的，比如歌手了、啊，就为什么他可以拥有那样一个呃音色？对，就气死你，就是没有办法。<laughs> <你>这是怎么办呢？你怎么练习都是没用的。就像有一些表演的，其实过去那些伟大的电影明星、那些歌手，无数都是这样。真的想想都也还是很现实生活里的嫉妒呢。您说的那种就还好，我觉得还好。 其实，其实反而是对那些特别想成为的那些，有的时候他也是会让你就是不想要做这个。比如说我，我不知道你演戏哈、啊、会怎么样。比如我写歌，我要写一个歌，我之前听了一个歌，听完这个歌以后，我决定我不要写了，因为我要写的已经在了，而且他比你做的好太多。<laughs> 你你明白那种？这应该是高兴吧？这叫既生瑜何生亮。那个李白不是还写过一个，他到去一个什么楼我忘记了，他想提首诗，发现说崔颢有有诗题上头，楼、啊、是吧？他说我就不用写了嘛。但那时候你不觉得是感到知音了吗？不是我反倒为什么亚 <laughs> 东哥，我反倒觉得你很很让我尊重呢。你你有一颗去尊重别人的那颗心，哎、我反倒是你刚刚你刚才谈的话题反倒让我尊重，而不是说你要嫉妒。嗯，我觉得。 我觉得嫉妒是一个很大的动力。其实我自己接受我自卑、完了傲慢、自私这个东西的，它它变成了让我现在长成我现在这个样子。嗯、你就是艺术家才会这样，就是他有一种磊落的尊重的时候，说我本来想做，但是你已经做到了，我就不用做了。对，更多的时候引来的反应可能是贬低对方啊，抹黑对方，拒绝承认对方。对，对但你是，但我认为是我我反倒很尊重。 这不是因为，比如说，呃，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，嗯，我是可以不嫉妒的，嗯但是如果是你，你通过努力都不可以做到的事情，你就只能嫉妒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会，嗯、不会做到这个。但不是的，是有这我反正觉得是更好。这您这个，您是故意贬低了自己，但是我会使用，我会使用嫉妒的。有些时候我特别麻木，有些有一段时间我特别麻木。 我对表演也不是特别热爱，完了之后我就只是想在家待着。完了我就会故意找那些触手可及的好的演员，某一些，而不是好的不行了。我觉得也会像您那样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也就别演了吧、啊。但你会假设一个目标，我我因为我很脆弱，我老是需要找一个标点符号或者标志我来对打。我说好，这段时间我就用我嫉妒他现在做的这么好的方式，我把这个嫉妒变成我的某种动力。 那可能进步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妒的能量已经是没有了。哎，你在当然，咱们都知道这个这个坤哥小时候的一些家庭状况啊。嗯、你觉得如果小时候家庭状况不太美满，对孩子的这个影响是可逆的吗？是可可更正的吗？我自己觉得我还是阶段性的。我小时候觉得特别生气，并堕入负面的，觉得不满足。为什么不是一个正常好的家庭？长大了之后呢？ 我觉得其实横向比较，有些时候幸福感是比较出来的，会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大大概都差不多，你也就多不了多少，我也少不了多少。再到现在回过头去看，我特别感谢我小时候有一些经历，我反倒觉得特别珍贵，因为不然的话，有些东西我真的体会不到。但是你说的就是说这种啊、呃，咱们都是小地方长大的这个孩子啊，嗯、其实我有个观察很武断啊，嗯，就是。 往往有一些天生呢，生存环境比较优越感的孩子。嗯、今天也是我的朋友哈，嗯、我经常会发现，其实我很希望成为他们，就是他们就是我口说我心，嗯，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就是很得意洋洋的，对吧？嗯嗯。嗯但是你看，我注意到你说话里边，这个你要叫自卑吗？还是叫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你看他时时刻刻会注意，就说，哎，当然我也不一定是对的，他会注意到，就是说这种，哎，我说的，呃、哎，别人会不会同意？ 嗯，或者说我说的有没有让别人觉得我在吹牛？我说的有没有人别觉得我我我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？你觉不觉得有点自卑感的人呢、啊，经常在跟人交往中啊，往往有自己的这个觉察，就对自己的一个提醒。但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，就是就往往会好像自信心不足，有点对自己的正确，呃，就是不太确信。我现在不自卑，我也不观察别人。 但是我觉得要带着谦卑。我小时候曾经在做团队之前，我是个人工作室嘛，那就找我的戏跟我合作，就选择两要还是不要了。但是有时我在推拒绝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无意中伤害了别人的心，因为别人本来找你的。而陈坤，你当时是顺利，当然也不要太过分，但是还是伤害了别人。而当我在做做团队的时候，在现实意义上，我觉得我终于明白了。 不应该做这个事儿，是我终于知道，我也成了以前去向他们来找我去演戏的那个比方。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也不是在后悔，而是我觉得是，其实我们就是一张嘴巴嘛。有时候逞嘴巴一时之快，因为我不自卑的缘故，我觉得每个人还蛮平等的。我最近一个一个就一个体会，一个老师跟我讲了，我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不管是什么，你能不能在你这一辈子里面把你天生的这些东西能够再进一步。 就无论是你对自己的个性的觉察，那自卑可以导就导致成你退一步你就你自毁，再进一步是你怎么用它，你变得谦卑，你可以变得更丰盛。那他说一个人是这样，就一种文化都是这样，就讲大一点。那我们每一个人你，你你忽然生在了中国，你忽然碰到了中国的文化，你忽然，那你这一辈子能不能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，你能够再进一步？他说这个再进一步就是最大的一个力量。所以我就觉得你天生是什么？ 自卑、自信都不重要，自信也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，让你茫然，就是你漠视其他人都可能啊。任何存在的有两面性，包括刚刚您讲的那个，我脑子突然跳出一个话题，对我打断一下，是我的认为是，我又被另外一种观念洗脑，是我相信了本自具足，我相信回到原点是本自具，所以刚刚涛哥说、啊、你可能是学的是那一套的，就是内观型的。 这就是、呃，也是王阳明的心学啊。<对>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五性自足啊，<对>就是一切都在我的这个心里。<对>但这样呢，你就得把这个心撑得撑<对>得足够大，<对>装下自己<对>也装下别人。我现在觉得，你看，呃，我觉得我就有焦虑，就是你觉不觉得我们很多的不快乐是什么呢？是要如意，就这个事情，特别是很敏感的人，我估计像你这搞音乐的。 就这个事情必须是按照我我想象的那个发生，差一分都不行。所以呢，你在生活里处处都是不满意，因为多少总会差一点。然后呢，这种不满意呢，再变态一步，我觉得就会呃导致我的另一个焦虑就是什么呢？他们说这个我老讲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强迫症啊，就是说强迫症有一个特征就叫无限放大小概率事件。 就是说，杞人忧天呢、啊。比、就、如、是、说，今天出门会不会掉一个砖头把我砸死？这是个千万分之一的。但是呢，你要有这种焦虑的人，你就会觉得要出事儿，老会觉得好像担心的那个东西会被你放大。你你你你有你有这感觉吗？阶段性的会有，我我觉得我偶尔会有那么一点点，有一点点这样，就觉得自己要得重病了啊，就是。 莫名其妙的，你去医院检查没有没有任何问题，可是就是焦虑啊。嗯、这有一种叫疑病症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 <laughs>、就是、怎么说呢想？想出病来是吧？有,有的时候是，如果你不开心了，无论如何你都是不开心。你去找大夫，大夫说你没事儿，我也不开心。 就是那个事情，你是知道的，<是>对不对？就是原因你是知道是因。因为你的你你就是不开心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嘛。人会掉入那个那个那种状况里。但是对于我来说呢，我觉得我现在肯定不会在这，在这个，在这把年纪，在这个时刻肯定不太会了。对对对对，<laughs> 就像我我也像他说的，我至少我我可以，就是我并不寻求认同感这个。 就是我我我已经对认同感并不感兴趣。其实有的时候像他说的，比如我交朋友、听音乐或者去旅行，我其实想找到我不知道的东西。对对，就对未知的好奇。对我想了解跟我对跟我我不了解的东西。可是如果仅仅是认同你都对，那我我觉得就挺无聊的。现在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啊，他实际上都在打坐。 就过去我跟这个隔得比较远啊，我总觉得打坐往那坐那儿心乱如麻呀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现在发现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啊，都跟我讲的，我每天我得打坐，就像你一样。这个打坐你觉得它有什么帮助？打坐很好的，打坐 <laughs> 眼睛发亮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去试一试。我自己是无意之中的就会打坐，我打坐也不是对的啊，但我觉得起码在现实意义上有一个东西是它。 你可以静一下，当你心心静下来的时候，脑子啊，逻辑思维就开始放缓了，那心里自然的感受就会出现。那种平静是真正喜悦。当我发现我打二十年坐着我再也不想打坐了。是什么呢？就因为打坐是无处不在的，但是您一定打坐，打坐特别好玩。对，打坐你一安静一下来，你的脑子会乱麻。刚才您说的，实际上一直在，只是因为平时呢，因为处理的事儿多嘛，那个空间被占有了。 当你开始打坐的，只是平时存在脑子里面那东西被你清晰看到，哦，才如马。其实平时也在。就是要有这能力，你能这样看清，你都不用打坐了，可能。王阳明这个心学讲的就是嘛，<对>就是说，呃，打坐，但是呢，好像心思能够比较宁定了啊，但是一碰到事儿又不行，所以他就得跟他的门徒们讲，<对>你得在事儿上磨，你得凡事都得在事儿上这个磨练。 我不知道亚东，你有没有什么管理情绪的招？其实有的人适合静下来，有的人适合乱中取胜。嗯，就我觉得很，就就对我来，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大卫林奇一个导演，他也做音乐嘛。其实我看他书的时候，他就跟你的说法一样，他喜欢打坐，他觉得带他到了一个全新的，呃，怎么说从未触碰到的那么一个层面，他可以感受特别多东西。其实我觉得。 对我来说，这种形式都是会放大你的。比如说喝酒，有的人说喝酒可以写出好的歌，那有的人是真的喝酒可以写出很很多歌，可是有的人喝酒就变成一个，满嘴脏话。对，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放大那个他自身的东西的。其实有的，比如说，呃，有的人打坐会觉得啊好恐惧，突然变成调动起他，嗯。嗯 没有触碰过的，但是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，这也有可能。所以我觉得，反正我是觉得，嗯，借助这种借助某一个东西，我我一直不想依赖这个。哦、嗯，一定要放下这个<我>。就苏东坡不是说嘛，说这个佛说酒能乱性，说这个道说是酒能养性。他说我呢有酒就学道，无酒就学佛。所以所以这就是你怎么<好>是不是你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。 所以我觉得，像您做的这个行走什么，就是你可能对我来说啊，一个好的方式就是你不断看到一个更大的东西。我最近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震撼是什么呢？我因为我在学一点德语嘛，我看到一个特别长的词儿，什么 a n t a x f r i 什么词儿这么长？我一查，是我们中文叫一种昆虫叫蜉蝣，哦、就是那个。<游>然后它德语特别长，是把它就是拼在叫一天的虫子，就这个虫子它就活一天。嗯 然后那个那个《诗经》也有写到了，就是国《国国风》就有写到他，他说他活一天的虫子，但是他就是那个衣裳采采，就是他活的都是那么漂亮。然后我就想，天哪，这虫子活一天，他忙什么？他知道自己就活一天嘛。我在想，如果说我们人啊，如果你有一个更高的东西看着你，觉得你们在忙什么呀？你们也就活一天，你的时间在他看来就一天，你们忙什么呀？哎，这就是古就古人讲的，这个也是可以做正反两方面的理解。 一一方面讲叫夏虫不可与冰，嗯，嗯，就是只活一个夏天的虫子，呃，你跟他讲冰，没有没有没没有意义。但是这个通常就是让人们会以为，就是说一个鸡怎么可以揣测一个鹰的境界呢？哈，但是其实反过来想，它活了这一夏天，灿烂的一个夏天，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圆满自足啊。是圆满自足。而且呢，比方说你刚才讲这个。 这个英国有个大哲学家叫罗素，这个罗素我就因为我挺关心这个情绪问题，他说啊，很多时候我后来发现我不快乐啊，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内观，就是他说我总琢磨自己，总、呃、心思比较敏感的人还琢磨的特别深，后来他觉得呢，我的不快乐好像就是因为我总琢磨我自己的情绪，我太注意我的情绪了。 就是太注意哪疼哪痒了，太敏感了。后来他说，他有一次在一个火车站，他就试着，他就观察每一个上车的旅客，然后就是猜测他背着这个包，他是要去往哪个方向？哎，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啊、嗯？然后后来他就说，他说后来我给我种花的那个园丁，那个花匠，他说我觉得他比我快乐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津津乐道地跟我讲，那兔子昨天来了，怎么把这个花给踩倒了？我又怎么怎么把它种起来？他完成了这个，他很快乐。后后来他发现呢，他说我一个快乐之道是什么呢？反而表面上看是跟你讲的相反的，就是说注意力要向外，嗯，就注意力不要老向内，老琢磨自己这点情绪问题，嗯，就是没有出路。 他说：“后来我发现，我这个注意力向外的时候啊，嗯，我自己的快乐，呃，自己的不快乐好像消失了，就不重要了。其实我为什么说你刚才讲的又统一了呢？其实你注意力向外，等于是把你的心量，嗯，放大了，放大了。就是这个世界，就所谓这个世界，它都在我的心里。我要是只对我自己，越弄越抑郁，越关心自己的情绪问题，就越抑郁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 呃，我我有一部分赞同，嗯，但一部分呢，我在听的时候，我脑子下意识在反应啊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是因为朝外看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事情跟你没有太多关系，对，你会保持保持一个你好了和不好，跟其实跟我没有关系的，但你往内在看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，是跟你有关系的，所以你会更痛苦，嗯，所以当你的注意力朝外看的时候，你带了某种旁观性，所以外在那个。 那个痛苦，别人疼不是自己的对对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你刚刚说的罗素这个方式叫转念，当他注意到自己有这个念头跟情绪的时候，他以转移这个念头的注意力到外部，而转移了对这个事情放大的恐惧。嗯。但是呢，我的态度是，我想遵循一个方式，我不想仅仅通过转念，因为这这不能根本解决。我想找一个根本解决的方式，就是所有的念头和情绪我都观察到，但我不我尽量练习不放大你们，我就全部拥抱你们。 他慢慢他会自己平静下来，当然这个需要不断的练习，他当下不一定会解决，就等于我一直一直练这个，练很多很多年，就当我发现我的看到别人好，夸嚓我就嫉妒那一刻的时候，我也不要谴，很多时候我为了道德方面，我开始谴责我自己，陈坤你怎么能嫉妒别人？你不是个高尚的人，不，后面这个道德这一夸话全部放下，我只是看到我在嫉妒，没有对错，我只是看着，过一会儿就没了。 就我很希望往这方面去练习，反正我都闲就没事儿嘛，我 <laughs> 就是有些，我我就觉得这好难练，我觉得很难弄啊。啊我对我我倒是正好有一个相反的感觉。我这是一个小小观点，我是跟您分享的，嗯、不是对的啊，对对对对不是的，是我认为的。它也很有可能是，对，它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。我觉得反正我我自己就是特别难达到。但我有我有时候我在思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那么喜欢出去行走，就觉得好像你的心情会平静很多。第一个，先把你换一个环境，因为环境对我们影响挺大的。 就到山里，但是呢，我们给他要求是不要说话，哦，了就止、哦、语叫止语。完了之后，你在这个山里走，你止眼耳鼻舌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先静止了。你当然不是强制性的，你关掉一时的时候，其他东西会也许会增强。嗯，又放到了一个也算是好山好水自然的地方，你去，但是你的注意力在那去觉察你的心，但这个觉察心的，只有看每个人的灵性。有些人是看到心，全是看到烦恼。 他就放弃了。有人觉得我的眼睛全部被我我看到的全是美景，他不想看星也无所谓。这个就是他这个本来这个形式呢，有点有有有点因人而异。你说这个止语啊，就甭说这个不说话了。我我们都有一个体会，我们去拍那个那个《强强行天下》，就是因为你拍这种这个真人秀的节目，不是二十四小时都得带着麦吗？嗯、对我跟易军还有这个徐老师。 我就发现呢，就甭说不说话，不不能说真心话，你都熬不过二十四小时，<laughs> 你知道吗？都坐车上，哎呀，说两句什么，一看这儿有个麦，是吧？到最后就是实在就忍不住，能不能给我们摘了？就你已经觉得很不痛快了，就是不能私下里讲这些个真心话，怕被录进去，就已经很折磨了。而且止语，我觉得亚东你就应该很有体会。 你平常就跟直女差不多、啊。他一直在直女。<不>对，哎，反正是我觉得，嗨，总之就是都是麻烦，特别就是我觉得是说也就活着就很累，怎么都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怎么都都没办法。所以做音乐唯一好的地方是，你可以不用说话，算是他说的那个状况吧。你你在音乐里去找那个感觉。